Hello 哈，我哋而家嚟到乐天超市。系啦，呢度系首尔站啦，最多游客咧会嚟呢个大超市嗰度扫货啦，同埋买一啲日常用品嘅。嗯，咁咧今日我哋就同大家睇下我哋平时喺韩国嘅生活究竟系点样去买呢样买嗰样去安置我哋嘅日常嘅咧。所以呢条片就睇住我哋 shopping 啦。噔噔噔，首尔站嘅乐天啦，超大，一入嚟已经系药妆店啦，入面有超多嘅分类。我哋而家见到 Oreo 啊，好中意食嘅，有正常嘅云呢奶味啦，同朱古力味。不过喺韩国，我哋梗系要睇特别嘅味道，薄荷朱古力一定要买啦，薄荷控，尤其是我贵味，买红丝蓉，买一二三三剑盒。之后就梗系仲有试食试饮环节啦，试饮咖啡嘅时候到啦。跟住就有呢一款最近人气大热的零食咸面包啊，还有这个就是乐天旗下的品牌啦，就有点像超 X 牌啊、佳之 X 啊那些，所以它的价格是会相对其他品牌的零食便宜一点，但它的种类是超级多。今天我们就要买这个 Rose Tteokbokki 的 snack， 那我就买这个好像米通一样的脆脆，跟着我就看薯片，挣扎究竟买这个 Family Pack 好啊，定買紅色呢個 family pack 好，其實係差唔多款，不過呢個咧就有四款，呢款咧就可以試五款。好，就我呢個啦。韓國嚟到一定要買嘅，呢個寫住。有啲咩呢？嚟到韓國必買嘅仲有人心，所以專登整咗個人心區。有点搞笑，有红心等等，试食加一，试食加二，点笑得主食啊？又再有得试食啦，试食粥啊，粥二 yen 嚟到食粥二，人，仲有呢啲韩式半餐嘅小食 ，cheers， 小碗红拉面加一，安城汤面加一，蟹味辣面加一，蘑菇汤。芝士紀念湯，好啦，呢個超多味啦，有甜粥、鹹粥啦。咁而我今次係會買蝦仁雞蛋粥，然之後咧仲有呢、這個，之前都已經食過好多次，而家會再回購，就係雞絲粥啦。我哋嚟到山果區啦，跟住嗰邊就係菜嘅部分。今日係禮拜日，所以有好多人過嚟買餸。為食錯。好好食喎，最後一麥加整嘅辣辣豆腐，全部都係肉。我嚟到海鮮區啦，有鮑魚，哇！仲有蟹啊，超大隻啊！上面仲有龍蝦。呢度仲有好多拌菜，前面呢啲系可以攞嚟试食。好嘢，继续疯狂试食当中。嘿，我而家嚟到熟食嘅部分啦。首先佢就已经分咗呢个系韩国嘅街头小食啦，不过呢个就系应该日本嘅章鱼烧、葡挞啊、tteokbokki 年糕啦，就有啲炸物啦，见到有炸章鱼、定鱿鱼、炸猪扒，哇，超大块，其实都唔细，有我手掌咁大。炸蝦，然后呢度有一啲烧嘅烧鸡啦，汉堡扒，全部都几吸引喎个样。仲有呢一啲细盒啲嘅，如果你食唔到太大盒嘅，想食多几款味嘅都唔紧要，仲有半半炸鸡嘅选择，仲有三味炸鸡啊！好得意啊，佢呢部机超级新鲜，即刻就有得试食啦！嚟到冬季，见到有超级多寿司，哇！呢边系炸三文鱼啊，好吸引啊！仲有啲系综合嘅食物盒啊，有白饭 set 啦，亦都有 kimbap 啦，紫菜饭卷嘅 set， 紫菜饭卷配炸鸡。进入面包嘅部分，
除了麵包，佢都仲有呢啲大嘅蛋糕，價錢咧就實惠經濟啲，都唔一定要去蛋糕鋪買，都幾聚手啊，14元。仲有呢啲忌廉包啦、馬卡龍啦，跟住仲有呢啲蛋糕包，仲有呢啲卷蛋，跟住唔同水果口味嘅蛋糕啦，青提子、芒果、tiramisu， 跟住仲有啲 cheesecake。麵包的 option 都有不少，它的價錢是比 low brain 和 e-mark 貴一點的。現在就來買你汁回家喝，一粒都是1500元，即是9元港紙左右，就已經有這麼大支了。超市這裡還會有一個小 food court。排隊俾錢啊，多成11個 counter， 仲未計入最出面自助區。最後梗係用埋超方便嘅 Wow Pass 俾錢啦！記得 CLSS， 一有新片即刻睇。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